Warning, you might find the content herein disturbing, but the truth must be revealed. In our modern era, we are increasingly plagued by pandemics, chronic diseases, rising temperatures, intensified natural disasters,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 planet in crisis. If we look closely, all these devastating issu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human habit of meat eating. The time has come to turn away from what was long accepted as the norm and fully examine meat's impacts on our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our mor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Over the years,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has shared her insights about the harmful effects of meat on many different occasions. In this series, we present a collection of Master's enlightening teachings on this very topic and pray that humanity will soon awaken and embrace the vegan diet so that w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may live on and in a more harmonious world. The karmic consequences of meat eating include painful suffering in the afterlife. In today's show, we will share with you frightening accounts of the punishment in hell that awaits those who eat meat or are involved in meat businesses. The first story is a personal experience by one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然后我就去了，有地藏王菩萨接引我，然后我就看那个地藏王菩萨有四五位的众生在听经，听地藏王菩萨的讲经，四五位而已哦，对，很少的，那么大的殿就那么很少的众生在听经，那边他们听不进去，对，然后地藏王菩萨说，我引导你，然后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专门吃肉的众生掉的一个地方，它一个很大的广场。 边上排了很多很多的众生，然后呢，中间呢像我的感觉比那个踢足球场的那个场比那个还大的，然后呢那边是有五大洲的众生都在那边，白皮肤、黑皮肤，还有黄皮肤等等，然后等一下就这个空中掉了下来一个就是绞肉机一样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突然出现一个。 绞肉机，然后那个呢就晕下子响，等一下就喊叫声很恐怖。我知道了。然后呢，就是这些人，每一个人站的呢，他的圆圈的直径就是一米半，然后就把他们就绞成肉酱，全是血和肉。然后等一下这些人都，他们结束这个还排队，这样一天三五次这样被惩罚，然后我就。 赶紧念五身后和七戒礼物，然后这些众生全部空了，就那个地域就空了，那解脱了。然后我就问那个朋友，你为什么堕到这里来呢？然后他说，之前你告诉我吃素，让你敢行，你都不改，然后就突然就得了癌症，就这样死了。死了以后，没想到自己变成一个狗。 他记得自己的家，然后就他自己拼命的跑到自己家，结果家人都不认识他，然后他想我这一个人变成狗不想活了，然后他就不吃饭，小狗嘛才几个月大的，然后他就饿死了，他以为自己给弄死会变成人，又重新人间的业障还没有还呢，对，他不相信，但狗已经很好了。 同样被绞肉机，对，绞碎的话又更糟。后来他就后悔了，本来当狗就是当狗就好了，在十多年他会可以，他认为是这样的，他认为是我能帮他，就这样。之前他活的时候没听你的，有一点缘嘛，还好。对，后悔。然后说我一定要相信你，然后相信。
你的师父青海师父他就这样，然后就整个地狱就全空了，那边就是师父的恩典，你们就接着投胎了。地狱空了之后他就马上去到天堂了，有修复的力量。OK。上天堂是好的，不过如果下来以后又怕忘记了，最好在上面有人做教导，他才继续那个善良的路啊，不然如果再堕下来又再吃肉了。不过我们世界也许以后不吃肉了就好。Viewers, we will take a moment to air an important message.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Welcome back to our program. We now share with you another story told 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about the afterlife retribution for those who served meat in their restaurants.所以还是直接的清楚哈，啊，第一线是晒叶，啊，季节晒叶不能放那个是很麻烦的，修了短命又身体不舒服啊，生病很多那种，比如说南泥的那种病啊，也都是晒叶而出来，啊，还有晒叶是很严重的，后来谁有没有讲有没有那个故事啊？越南有一个人啊。他本来也本身不修行什么，他专门卖那个鸡鸭那个粥啊，他鸡鸭的粥啊，杀生很多。然后有一次他又生病了，生病的很严重，不晓得什么病，就是病很严重，旁边那边不能动，好像死掉一样，就是那个心脏啊，还有一点混乱在这边心的部分哈、啊，所以人那个家庭的人舍不得埋葬呀，就留在这里。然后躺在那边好几天不能动，然后他就不过他回来以后他就醒回来了，醒过来了就告诉他们的家人啊，还有写一本书啊，告诉人家他下地狱的情况怎么样。他回来，他说下地狱的时候就看到哇，全身都被那个鸭啊鸡啊那个猪啊那些就跑过来咬他。全身都被咬，哇，几百几千这个鸭子啊、鸡子都来咬啊，哇，咬得酸痛了要命。那在那边那个时候，才记得有经过寺庙一次，有人叫那边观音菩萨，那主人就来了，啊，好，就马上来了就叫那些鸡鸭停一下了。然后那个卖粥的人来说，哎呀，他们做太酸痛了，先救命一下。观音菩萨说：“这个是你的业障啊，我怎么救你啊？是不是？你杀人家的时候，他们也叫救命，你没有那个慈悲心啊，饶他们的命。现在你还叫谁饶你啊？是吗？”那那个人说：“哎呀，我现在忏悔了，我以前无名不知道了。我现在回去，如果饶我回去，我一定会做善事，我一定会修行好，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呐、啊。现在如果不饶我，就……”即使把我咬死的话，那两边家有什么好住呢？观音菩萨说好，跟那些鸡呀、啊、那些猪说，你们有听到了没？现在同不同意、啊？好，那些鸡呀、啊、说 OK， 既然 OK 呀、啊，不过观音菩萨还说，那个你的业障太深，不是这样子那么简单消除。然后就说，那个人就说，那怎么能够我洗我的业障啊？懂不懂？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然后观音菩萨就带他到那个竹筏那个大殿那里去，那边啊就有很多那种竹筏的工具啊，有的用割舌的、割鼻的、割那业障在哪里就割那里就对了。观音菩萨就应该要洗他的业障啊，让他跪下来啊，吞那些很热的那个瓦炭啊、铁的炭。他说：“哎呦，我怎么吞得下去？”那些鬼官呢说：“不要也要吞。”还没讲完啊，那个铁汤就跑到他的口进去了，根本他没有办法抵抗啊，他跑进去，他说：“哦，没事，
一跑进去了好几个环这样子，不是一个而已。他说哇，魂飞魄散了，全身都好像被裂开了，像变成灰尘一样。他说他痛苦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的，这样好几个这样子，他一次跑进去，一次跑进去，没有办法拒绝呢。业障嘛，那个业力第一次吸进去，在那里痛苦不得了，就一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子。后来就终于还是吞完了，然后观音菩萨说好，现在你回去了，要好好修行，嗯，不能再做杀业的工作，不能再吃肉，要吃五戒，嗯，以后会有人来转法给你，叫你解脱，这样子，哎，这就忽然间就那个鬼关了，退他一下，他就回来成见了，就开始在呼吸了，他就讲这些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有写下来，他把他的钱呢、啊，通通都印那个本书啊，那个免费送给人家。他开始那个以前他说，任何的他讲里面一句两句都是真话的，啊，他跟佛菩萨十方三世发愿，如果他讲夹了一句的话，他永久下地狱，这样给大家相信嘛。给那个读者的这些相信的，他劝大家做好嘛，劝大家不要杀生啊，劝大家是说直接这样子，还有修行这样子。These horrific accounts of hell are stark reminders of the dire consequences of meat eating. May all people soon realize the truth.And avoid the fate of falling into such unfavorable situations. Wise viewers,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our program toda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Vegan, on the Harmful Effects of Meat, Part 10, Retribution in the Afterlife.